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古琴正调的调音方法。我们可以用手机下载一个小软件，古琴调音的软件，比方说是这个。我们看到现在这里有个基准音，我们这里可以选项有三个类型，一个是390赫兹，一个是400，一个440。440赫兹这个是和国际接轨的标准，我们可以选这个，然后点完成，这个时候这个基准就显现了。然后我们选这个调的种类，这里有很多个调，我们先用这个正调这个选项。好，正调的时候一弦到七弦它们的音高显示分别是一弦是 C， 二弦 D， 三弦 F， 四弦 G， 五弦 A， 六弦 C， 七弦 D。 当我们已经调好的时候，它所显示的这个指针是处在中间的，而且很精准的时候它会显示一个打勾绿色的勾这个标志。如果声音过低，我们先把它调低啊。看，我们仔细看这个弦，正在被松掉，正在往左挪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测一下一弦它的声音高度，很明显，偏左了，就是太低了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样把它调高，就是掌心往上，食指和大拇指把这个琴枕拧紧，让这个琴弦拉紧，声音就变高。好，比刚才高了，但是还没到。我们继续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摩擦力过大，我们右手调的时候有点困难，那么我们左手的大拇指可以帮一下忙，往右方这个位置去推一下，助一下力，这个时候拧起来会更轻松一点。好，现在看到指针是偏右方了，偏右方就是过高了，过高，那么我们再松一点点，把声音往低一点那个方向去调，再紧一点点，这个时候一弦就调好了，其他的弦如此类推，按照刚才七条弦的阵列 C D F G A C D。 我们再看一下到二弦，现在一弦已经调好了，到二弦测一下，二弦现在很精准。好，三弦是 F， 四弦一条一条弦去确认，四弦稍微高了一点点，我们可以调松一点点。四弦对了，然后到五弦，五弦也对，再看六弦，好，六弦也对了，最后一条七弦，好，七弦也对了，七条弦都调到适当的那个声音高度，那么我们整个阵列就成了，正调也调得完成了。